喝多了，你今天晚上可不能在这住。为啥呀？今天不方便。娟儿姐，我娟儿姐。哎呀，不，昨天刚吃完了，怎么今天来了？正好没啥事儿啊，我上来看看你啊。哎呀，姐，吃没吃呢？没吃呢，刚要吃啊。哎呀，他吃啥呀？吃点鳗鱼火锅，你吃没吃呢？哎呀，太好，我也没吃呢。旁边李哥拿了酒，我先拿，让你上来尝尝啊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快进来吧，太冷了。鳗鱼火锅。娟儿姐真会吃，我干一口。哎呀，哇，酒来了，尝尝，尝尝，尝尝李哥拿的酒，这酒是大庆的，这酒是，特产的，嗯，李哥老家的，这鱼汤能不错呀，老鲜了，啊，就少来点，趁热喝。哎，尝一下，需要糖。行不行？留下，咱慢点喝，烫了。身体好，而且你吃会吃哈。好吃。尝尝，先小刘滋了一口。滋了一口了。尝尝李哥的酒，小刘一口啊。呀，不错呀。嗯，哎，这酒正经不错呀，吃鱼啊就得上市场现买鱼，现买，让老板给现切，拿回来你一算，嗯，十个多，哎呀，这家能不错，这家蘸点这个灵魂小辣椒，你这啥意思？玩什么活啊？大生蚝，这能不错呀？哎呦妈呀，这太大了！这扇子辣根一吃，嗯，怎么样？哎，没治了，那酒有劲儿啊！你喝多了，你今天晚上可不能在这住。为啥呀？今天不方便。今天下雪呀，这样。哎，干了。干。你这酒喝这么快，你是想留我还是不想留我呀？